真的。哎、欸，他们那时候是弄那个，为什么有这个扣？我操！我操！这个熏，这个 Q 技能，哇，他这个能 Q 到人啊！哎，但这波杀的是胜率的话打不了啊！哎，雅哥要做那个卡萨大招，卡萨这个什么意思啊？打不过呀，卡萨！小五要死了，小五死了，哎。哎，还杀了，也死也死。不是卡萨，你这个位置给那个雅高托大招，我操，在干嘛到底？而且 crispy 这个位置，刘双这个招啥 ？Chris， 刘双 E 打了被 E 打了，有果子哥，死了，果子爆炸了，二比零了。我甚至觉得有机会三比零。我说实话，真的觉得有机会三比零啊，这个。哦，这波，哎，下一个没闪现，下一个这个电，好像可以杀呀。可以杀对吧？没闪。对，而且日语这个控制，鱼塘这个控制太恶心了。是的。EQR， 然后 EQR 之后，你控制快没有的时候，那 Q 技能又好了。看那个金克斯跟那个凯兰，我觉得很难 C，因为萨拉斯能拖那个大树的大招。我操，又一刀了！雅哥这个技能怎么放的这么准？而且小五没闪现，小五。哇。哇，雅哥这个技能放的怎么那么准啊？兵哥来了，我操兵！大树放大招，下一个有闪。哎，死的是 on。还得是你。哎，我怎么感觉这个位置雅高也要死了呀？哦，你刚说完又搬了。哦，就，哎，雅高这个位置要被开了吗？雅高好像跑不掉了呀。哎，都帅。太大了。没听。他好像跑不掉了，他死了。死了。在这个位置必死。给。队友想救吗？救不了吧。给 light 了。哎，求你了，给 light 吧。我操，雅高为什么招闪这个？我操。哎，但这个位置刘松也要被开了，刘松。松松好像死了，哎，好像别人有机会打，因为刚才卡萨用了大招，哎 ，Light 用闪现场操作，我们好像要死了，要翻要，我还没死，单杀了，还在拉扯，哎，可我操，香炉单杀了 ，Light 这个位置死了呀，我操，哇塞 ，Elk 还在说出这个哲理，还在尿，我操 ，Elk 的哲理真不能放，而且香炉单杀了，为什么不给我看镜头啊，导播？没有，这波不能干黑，他不能干黑，这波杀戮在打。啊，他被大树绑，他被那个骂我，那个牙膏的，他牙膏那个拖了大树大招被绑到了，然后刘忠这个闪现，我闪现招慢了，然后后面还吃到哲理的 W 这个减缩，给他够了。哎，牙膏是不是死了？哇，牙膏困了，这是不让带。上路人破茧者对，中路二塔能推吗？好像不好猜，虽然有爆坡，哦，兵哥，兵哥，我操，兵哥，哇，爆炸了呀，微博，这什么指挥？下一个没闪现，我操 ，Elk 还没死 ，Elk 还在尿 ，Elk 还在输出，我操，卡萨能换吗？换不了了，有盾攻。进，二比零了，二比零了，加班了。我觉得 BP 一定要大改，对，下巴一定要改很多很多。变一下。下一个没办法打不过呀，13级打15级。没闪，你看。瑞塔可以单杀吗？对，单杀。哇，真打不了，这个对局现在出来中分贝。气了呀。对啊。我只能说，哎，兵哥在干嘛？兵哥想打断人吗？兵哥有大。兵哥有电龙，有电龙的那儿可以一打二，可以拉扯吧。这个位置被开的是卡萨死了，刘松没闪现，刘松也要死了。下一个就是 Light 了 ，Light 能跑吗？在塔下想操作，欧文这个位置好像倒了呀。欧文杀完 Light 有那个，不是 Light 杀完欧文有加速啊。哇 ，Light 要闪现，哎，还在拉扯啊 ，Light 还在拉扯 ，Light 尽力了，但是有电龙，哎呦，电龙的这个减速完全跑不掉了，跑不过。一轮游啊，对啊，微博这个队伍抢个阵地，哎，兵想抓兵哥啊，他们想一抓五啊，不是五个人抓一个，但是兵哥这个位置能跑吗？有意，哇，卡萨闪现 W 啊，应该换不了，这个应该是，这肯定换不了的，妈呀，全都是控制，兵哥动都动不了，兵哥这个时候在想，我为什么要这样子死呢？不会吧。他们 PC 太大了，你看点了吧？他们已经推塔了。对啊，微博不回家，不守家了，点了吧。家不要了，点了吧，点了吧。玩你五个，五个人抓一个跑了。只是他们说玩你 M， 对，直接借。点了，这真玩不了了，这真的我觉得已经开始骂起来了。对，大叔大招雅高托了，大叔大招好猛啊！电龙，我操，爆炸哟耶！是谁啊？是谁这么痛、啊？爆炸大叔加上那个哲理的 A O E， 对，哲理那个大招伤害很高的，加成嘛。进，真要三比零了，完了兄弟们，感觉吃饭了，不行兄弟们，感觉现在要吃饭了呀。我以为今天比赛打得很晚，我说了要7点吃饭，我怎么我们要开饭了？过来了，
没事啊。啊，我上个浪。